北漠与南下对立已久，虽无大规模对抗，边疆却时常发生小的冲突，所以朕有意要北征。不知众爱卿有何看法？这，哎呀，这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不当讲的话，就不要讲了。 皇上，臣冒死也要谏言。那你说吧。朝中上下都在议论说，您不想维持和平状态，又想出兵北漠，是因为个人喜好征战，如此是大大的消耗国力呀、啊，皇上。皇上，民间也都在议论，说您欲要北征，是借着出征的名义，用民脂民膏来游山玩水。皇上。 你们还有何事要说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，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这，哎呀，浩儿，可这脾气，这说什么？说什么？看，我去。 皇上，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，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好多的儿子。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，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啊！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
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。我不能让浩儿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，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医生这是在暗示我。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、否议四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四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。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嗯，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必联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哦哦是这个意思。人家还以为你在暗示我呢。张鹏鹏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
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盛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，现在看来他这是要整死我呀。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倒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哦，哎，我这，哦，我好，马上啊！就81、82、83，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，这都哪跟哪儿的话呀，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。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，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而朕不会的。嗯，哎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，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。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哼，那就请君一试吧。嗯，
九哥，难道你一直不婚娶，是对我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看到齐胜和鹏鹏的那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九哥，没事儿，为了你，我做这么点小牺牲是不要紧的，只是你不要伤心。舞女真姐姐人在深宫之中，恐怕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但愿她是真的身不由己吧。九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朕渴了，给朕倒杯茶。啊。皇上，茶倒好了，但是。臣妾觉得这书甚是好看，你自己过来拿吧。罢了，朕不喝了。你过来，朕有话要和你说。我还是不过去吧，我要和皇上保持距离。那好，你就坐在那里听吧。那我还是过去吧。好了，说吧。张鹏鹏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我这些天思前想后，前段时间我对您太冷漠了，您不爱搭理我。这几天呢，我又对您太热情，惹您烦。所以我猜，您应该喜欢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感觉。真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他本来的样子，不需要他做任何改变。不过虽然你的方式有些古怪，但你的心意朕还是能明白的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您既要让我常伴您左右，又要让我跟您保持距离，您到底让我怎么做？鹏鹏，这些日子，朕那么严苛的训练你，你一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吧？朕马上就要亲征北漠了。啊，难怪这些天奏折上总是大谈北漠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，便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若是不懂朝政，被奸邪之人夺了权，恐怕你母子二人都不会好过。原来你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我跟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杖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有没有传说我希望。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
娘，你醒了。你今天气色可真好。是啊，我才发现，生活原来这么美好。那奴婢去准备一下，伺候您更衣。好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审视过自己了，我一直都不能接受我这个身体，现在却发现这身体和我的心缺了哪一样都不是我。到今天我是彻底接受了我的身体，看着镜子里的这人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就算是个女人，只要我还是我，就这么活着也挺好。